周深真的很会说，有技巧，有话术，又真诚有趣，谁不喜欢既谦逊低调又高情商的深深呢？我觉得很幸运可以遇到像裴飞老师这样的老师，因为以前就是通过电视看您去采访其他的前辈老师们，就会觉得哇好棒啊，然后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紧张，就会觉得有点害怕自己回答不好问题或者回答错问题，但就觉得您对后辈特别的照顾，就会给人永远有一种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玩或者怎么耍，都会有个安全感，像一个安全靠垫一样可以抱住你的感觉。看，迎面骑着单车过来的是周深，他是来接谁的呀？干嘛谁也不理就跑了呀？周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相信很多女生你想坐在后座上和周深一起浪漫浪漫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幺妈真的偏爱周深，特意为他做了豆腐蛋糕。好尴尬呀，谢谢谢谢啊，这么用心的吗？是什么？想必您也没想到吧。我也没有。